姑娘，你是谁啊？你怎么知道我是姑娘？不过换了男装，还剃了两撇假胡子，只有那守山的小道童才会被骗嘛。你就是赵玉珍。对啊，我就是赵玉珍。要不要过来一起坐？一会儿就能吃桃子了。桃子？对，我将离火振心诀注入我这桃木剑中，插在树下，再过半个时辰就能长出桃子了。离火振心诀，望城山的至高心法。 你居然用来种桃子？那不然，练它做什么？我是雪月城李寒衣，听说你是望城山开山以来最年轻的天师，我想来找你问剑。雪月城，李寒衣，这六个字放在一起，可真是够冷的，可别耽误了我的桃子长大。废话那么多，看剑！ 狮子诀，我是来问剑的，不要给我用这些法术。你人怎么这样？我现在还不能出剑。为何？我的剑插在这树下，拔了剑就吃不了桃子了。吃桃子？这桃子。 我就说你是个孤。